哎，听说你们这里有卖那个白玉苦瓜香肉，是不是？是，真的吗？对，太好了，那就是这里。对，那车子停这里没关系哦。没关系，我。OK，好好好。待客发车。太好太好，来来，请下车。耶，请下车，请下车。哇，这个餐厅一看就知道很高级。对啊。哇，还有这种层层的防护，你看，哇，里面这边可能贵，哇，造景这么漂亮。这个是为让客人有更宽广的空间。哎呀，住在空间。 贵宾级的享受就对了。哇，太好，太好！哦，五星级，哇，好漂亮，哎，好漂亮哦，哇！我们可以在湖边用餐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去散散步也不错呢。可是这只有一个阳台。啊，对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在哪里用餐？在房间里面。房间里面。是，要有这边。可以欣赏我们湖面的景色。赶快，赶快啊！还等什么？快点。对啊，对对对。 这里吗？哇！为什么用餐厅吗？会有床？哎呦，这么好！啊，那个会飞椅好棒哦！哎，我一直很想要家里有这种可以躺在那个落地窗前面。哦！对啊，在这边吃饭嘛，对不对？就是，好，那赶快端来啊！好，你先去忙，没关系。对哦，哎。 习惯了，想说室内干净一点。哦，对对对，坐，看看完，好漂亮哎！坐坐坐，我以后家里最好。对对对，哇哎，这样，然后我拍两个人的背景，这样哦，一定很棒。看得到小桥。真的吗？那里。真的。杰儿。 好舒服啊！哈，蛮舒服。对啊，哎，上菜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哇，一看就知道很好吃，哇哇，再放，哇，哎，这个如果白饭可能配个六碗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总共几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尽量吃嘛，你能吃几个就吃几个。对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台湾会有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可以吃补养颜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 你是平常很少补吗？吃吃看嘛，因为反正没差嘛。哦。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嘛。病强身。哇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Who am I? Oh yeah. 有这首歌吗？有，徐杰的唱。哪有？你不要让他们唱。不会不会，哎，怎么？我唱的不错，来来来来。来。我敬你。白玉。大一口。苦瓜香肉。 吃完之后，我们要去拿米角，对啊，又要去见我们那位可爱的天使。拿完米角之后，我们知道米底是什么，就赶快接。接完之后就赶快吃，吃完之后我们就冠军了，敲锣好不好？嗯，一定要拿冠军。嗯，好吃哦。嗯，好吃哦。哎呦，来呀来，哎呦，哈哈，你好你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就我们两个啦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听见了，还有赞哦，哎呦，哦，水，太油，啊，这都是为卡你啊，哎，这不一定哦，好像，哦，阿亮，好好好，阿两个人，两个，好，好，来，阿叔，休假休假，休假休假哟，这样，你分心了啊，啊，你讲遐远，你这这要水来，要水要水，做了饼干有那个，不啦。 你是外行的，来，连坐坐坐，两个男生哪有坐一起的？你这坐这里，我也坐这里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就忍耐一点，这个就是阿公店，什么阿公店？阿公店就是小姐，哦，了解了。但他们这个是做纯的啦，纯的啦，就是陪你喝茶、聊天、喊钱这样，讲话啦，没啦，好，我来发落了。 中破老实啦，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我也没来过，我都听康康讲的。哎，请进。来，阿南，宝贝，爱你。哎呦，哎呦，人水火个大类，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坐这坐，坐这位，坐这位吼，坐这位，坐这位。好，阿念是阿念，阿念。这个阿杜，阿杜，你好。阿不是阿吉吉公阿念。 哎，好，哎，不是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来了，莫卡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是是是。
啊，我要。奶奶，你坐这里，你坐这里。我要。拍谁啊？快，不要见外啊。来哦。哎、欸，你别踩胖了啊，围巾拿起来也坐下来。他别顺，有没有看到？脚白笋。今天我们来这里的目的，脚白笋就是要脚白笋。黑啦黑啦，白笋。你个看嘛，这脚白笋先做跟他长啊，是得长啊，是得长啊。啊，肉是有影，火星刮了肉汤，肉是肉是。啊，你来拢无笑容，啊，你蛮带控的。啊，吃了袂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，安尼有过关着，对吧？你看笑一个。有一摆哦，有一摆我偌生气的，因为生理上好，我讲。哦，你过来一个，无一个像恁遮水啊！大家拢生出有讲真正烤鱼棒啊，吼！个刀啊，甲动了，讲叫恁经理来，结果伊讲，谢啦，吴大哥，我就是经理。哦，你遐讲白菜啦，我讲白菜拢多是一点。那我点了，我点了。阿杜哎，阿杜，美女呢？对呀，美女美女，做的那么工整，对不对？你蛮听话吼，吴。哎，拜托。对嘛。可以摸吗？谢啥谢啥，金瓜尾，谢度度啊度，阿度啊度当哎，你这干嘛来啊嘞？哦，哎拜托，这边叫做度当哎，我这边叫度当哎，红当哎，你就摸嘞，那不是红啊，哦度当，然后后面语调要往上拉，对，度当哎，你就摸嘞，哎，去。过关来啊！等会我去拿行李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我台北人嘛，没关系。哦，你要我顺便就坐回去。我跟你讲，好了，你等他，让他去拿行李，你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可以逃离。我那边等你来家来等。哇，你开的，哇，你来啦！哇，我塞。还有啊，拉我咩？那都去台北。你在好啦，规矩我看。对啊，我嘛要来等啊，我嘛要等来台式。多谢啦，多谢。啊，平时有咧看我的节目不？有啊。你是有啊无啦？有啦，就人们多支持，对不对？各个层面都是我们。还有我若出来穿中控，你会倒好我未？啊，你会动出来未？你讲的是有影无？有啊。吴宗宪，吴宗宪，吴宗宪，动身，动身，动身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啊？艾琳，我跟你讲，我先离开，阿杜就丢那个给我了哈，我交代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好好对待他。啊，我不会亏待他的，你不要欺负他，让他变成岐山的脱水箱。因为你，你也先离开嘛，那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处理的哈。哎呀，我们先离开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杜董，小顾。